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研究这个《楞严经》的这个色音魔相啊。上次呢，已经把这个色音区域啊，这个句式始终这部分呢解释完啊，从227页，227页最后四行中间十境这边的经文啊，我们给它念两段就好哈。阿难，当在此中。金言妙明，四大不知，少选之间，身能出岸。此名金明留意前进。四旦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洁，即受群邪。阿难，护以此心，金言妙明，其身内侧，世人忽然于其身内，时出饶回。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金明留意形体，是但金行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明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所以呢，这是中间十境，就是色音区域十个里面的前面两个啊。那么中间十境呢，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啊，请看今天的讲义哦。这个所谓的色音区域呢，我们上礼拜结束的时候之前呢讲过，它如果按位次来说，就是进入观行集，那实际上呢，它就是在定中啊，所以呢，当在此中的这一句话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三昧定中啊，那么就会有可能这十种境界发生。啊，并不是说呢，一个接着一个，十个通通发生完了才出去这个色音区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而是说这十个里面有可能发生，而且还有可能呢发生几个啊，不是只有一个啊，也就是说不可能，不一定啊，不应该说不可能，不一定发生一个你马上就能够觉悟，马上就跳出去了，啊，或许呢这个处理完了。但是呢还没出去，那么接着又可能又发生另外一个情形啊，都有可能的。好，请看这个讲义中间十境这脉书的解释呢，就说了这个中间呢是指色音将破未破中间所谓交互之处啊。那么底下呢他就在解释什么叫做交互之处啊，就是呢要破还没破。那么藏心统含四土，藏心如来藏心统含四土，从常寂光土、十八庄严土、方便土、凡圣同居土啊，都在心里面本来具足，不离当处，就是不离这一念心啊，或者是你当下这个地方啊，你所处的环境，其实呢如果你有能力就可以呢开展出四土的境界出来啊，不越毫端，啊，指的是那个，这个空间的一微尘，啊，的毫孔毫呢，就是毛的这个最尖端的那地方啊，身体的这个毛细端这样，毛孔的细端这样，然后只因色因所护，因为被色因盖住了，啊，突破不了，所以岂为不见上三土？就算是在同居土里面，现前朗见者能几何哉？我们能看到多少？有限，因为业力锁死了，我们的妄想盖住了啊。所以克论现见，他的举例来说，也不过就是尘刹中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刹中的一界啊，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一个小单位世界，小单位世界里面的一个小洲南瞻部洲，小洲里面的小一国，一国中的一邑就是乡镇啊，像我们就在大台北这样子哈，集于一邑之中，亦但于所住所到之处一区之名而已，就从最大的一直讲到
就像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这个教室这个范围而已，被墙壁一挡住就看不出去了，所以一区之外，西街不见，既街不见，西是黑暗之境，都可以说我们没看到的黑暗之境。然此黑暗中一国一刹，我们没看到的都叫做黑暗。所以往外看出去啊，除了我们目前教室这边可以看得到，出去的再往外推一国一刹乃至层刹四土，无不包含，其实都是包含在这里面了。今入定者，即护舍彼一区之名，而全处无边之岸。一入定之后，就不再局限眼睛张开能看到这里，反而呢，就投入这种本来看不到的这些境界，无边的境界。所以当色因未开之际，反闻逼匝之声，用功夫正在逼他要把那个虚妄的心给打破心光所流你的心想要透出去的时候，所流放出去的，有可能呢是近彻身近，或者是远照四方，包括自己的正报的这个身，都可能打破打破它的局限性那么依报正报呢是身净，依报呢是远照十方，这是依报正报相对的说。浅色同居或深真三土就四土来说，可能你看到的要打破同居土，看到的是平常看不到的天界啦等等的但是呢，甚至呢还有可能呢，深到呢可以看到上三土。这种注解是正脉书比较特别强调的地方，其他的注解呢都不敢写这么高。也就是说，这个色因将破未破，色因区域凭什么可以看到十报土、长极光土？你顶多就是同居土怎么可能？不要说是极光土，你能同居土能不能破？就算能破，也顶多。好嘛，给你看到方便有余土，有方便有余土，起码是要破见思或阿罗汉以上的境界。那你一个凡夫修守楞严三昧，没破，色因区域都还没破，凭什么说可以看到方便土以上，乃至到长极光土？那后面呢，正脉书那就自己说明。他说呢，因为这个方法。是原教的法门，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这种善根根性呢很难说。一者呢，根性难深浅不定；二者呢，你的这个法门是原教法门，因此有可能突破。但是呢，不是说一证永证，因为经文写得很清楚，只是暂时看到，并不是让你就真的证得了。所以暂时心光乍现看到是可能的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讲所以他后面呢有一些解释呢就必须呢就用到他是要怎么样去讲说这个就是十八庄严土的状况那个就是呢类似像长极光土的状况，他要用这个角度去解释，所以因此他在前头这里就先这样写深真三土，所以忽远忽近、乍浅乍深，这些现象都是色因将破未破都有可能所以是将开之前兆，暂而非常，偶尔如此，暂时如此，不是已经证得了，永远都是如此。所以这种现象有此实相。当你有这种现象的时候，于此作证不作证间，摩佛易录。就是经文我们刚念过的，非为圣证只是呢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那是代表你的修行是有点功夫，所以呢是色因快要破，还没破，这种呢是代表你功夫真的有用上力，这样叫做善境界。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当成是已经证得了。你已经证得圣位了什么的若做圣洁，那就走错路了，就会走入成魔了就是后面那四句话的意思。这样，所以他说呢，作证不作证，就是你不要以为
有这种现象，就是自己正到什么位置了，啊，这样的话呢就 OK，啊，如果呢错误的认为已经正得了，那就有可能走错路啊，所以可不戒慎而加察哉，啊，加以观察，好好的审查审查自己，这样子哦。好，这个是他一开始先说明这一段哈，然后呢，第一段身能出爱，这十个境界的这个科判的名词呢，各个法师都自己想一套了哈，但意思呢都要跟经文相应才是，你不能自己想一套，完全跟经文不相应啊，那用词大家都不太一样。好，那么第一段呢，一开始呢，当在此中啊，刚说了此中。就是呢，在那个所楞严三昧里面，简单的说，就是修所楞三昧。但是呢，教光法师在注解的时候呢，特别呢要说明，就是你进入摄因区域的那个状况。如果配合经文前面讲的，就必须要消落诸念，离念精明啊，那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意妄如一，甚至呢也进入了这种类似像处大幽暗这样子的一种三摩地的境界。哦，所以他在前面解释这一段呢，他说：“诶，这个就是有心心即即。”所以呢，注解里面就写：“此中就是前面强调的心即双流。”那后面那句“静心不扰”就是经文写的“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啊，外面境界或者是你自己的那种三昧的心，都能够呢不为境界所牵动。你在这种三昧当中，然后呢，他说，也就是幽暗之中，经文讲的如明目人处大幽暗，就是摄因区域啊。所以他说，这十段后面讲到的此中，都是指这个摄因区域的这种状况。啊、哦，不是广泛的讲整个所楞严三昧，啊、哦，特别就是标示呢，在这个摄因区域的状况当中，啊，这10段哈、哦，然后呢，精严妙明，妙明就是耳根的闻性，精严就是你正在用功那个反闻闻自性，入流妄所那个时候，啊、哦，所以反闻时着力生穷。很希望把那一个妙明闻性给他看清楚，给他的正德这样子，哦，然后少选之间啊，身能出爱啊，经文这两句呢，认为很简单，所以没什么必要再引用啊。少选就是时间很短啊，没有很长，或许呢正在用功的时候。啊，没有说一定要做多久，然后你才有可能有这种状况，也有可能你才有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有这种生人出爱的现象啊。当然，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这样啊。然后呢，后面他就解释啊，请看正脉书，他说四大不知这个啊，这个精严妙明四大不知，这个不四大呢，不只是身体的四大。包括外面的四大，啊，不止说身内外俱该啊，内四大外四大，以此说留意前进，非谈内测。因为这一段特别写的是精明留意前进，所以呢要去解释那个四大呢，还特别指的是外面的四大。你说那为这样的话，你就特别强调说外面四大，干嘛你还要写内外俱该呢？那如果你的正报的四大还那么的坚实、坚固的执着，怎么可能留意前进呢？怎么能够跑得出去呢？哦，所以才会说呢，身体的四大也开始松动，外面的四大呢，也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认定的那么实有的东西。所以两种四大都已经开始变化，因此才能够呢，好像有一点贯通的地方，就不再有那么坚定的、坚实的障碍了，啊、哦，所以才会这样说哈、哦。那不知不再那么紧密的结合哈、哦，所以你看，境界虚荣如云如影，不护密之坚实也。少选就是不多实也哈、哦。然后呢，身能出爱者，偶尔透过墙壁。
豁然无碍也。哦，他就特别举这个例子，不一定每一生人出来就一定要出墙壁啦。但是呢，这个圆音法师他就是自己发生过这个仪式，所以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写进来，啊，刚好呢就配合正脉书讲的啊，偶尔透过墙壁这样子。哦，他说呢，他在房间里面，然后房门是反锁里面的，防止人家进来干扰。哎，竟然跑出去了。他发现他也没有开门就出去了，然后那个里面的门锁还是反锁在门内。哦，他就觉得奇怪了，自己怎么出去的？啊，所以他有这么一次经验啊，刚好配合正脉书也是这样解释。那其他的注解就没有一定特别强调啊，一定是要透过墙壁才叫做生人除碍。哦，所以这是一种说明啊，豁然无碍，内事大外事大呢就不再有那么坚固的那种障碍了啊。哦，然后呢，上句少玄者正说此境，但暂时如此，非常能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啊。哦，所以他说少玄之间用这样解释，其实应该是后面那句经文，是但功用暂得如是，不能够把那个少玄之间呢用来解释暂时如此啊。哦，我觉得不是很恰当啊，是说呢，你功夫正在用的时候，或许不需要用很久，正在有这种境界的时候，突然有这种现象，生人出来的现象，啊，但是他是这样写啊，然后呢，此名马上就跳到了哈，跳下去了，此名精明留爱留意前进，啊，就给一个名称，这种境界就叫做精明留意前进，精明就是刚刚讲的你的能用的那种心光智慧，啊，你的那种修行的智慧，始觉智了哈。那留意就是容易出去了，前进就是刚刚讲的生事大外事大，目前兼爱的境界啊。盖真心虚荣光极，稍有发现于境，即得稍有来，不是稍有，应该是稍稍有。稍稍有发现于境的时候，即得虚或无碍。哦，比有一点点相应了，正要打破色蕴区域，但是还不是完全破，稍微有一点相应了，所以呢，就有这种无碍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哦，所以施但，他说施但功用如是下，断其故而明其不久。他说："这个是功夫暂且用上力了，暂时得以如此，啊，所以功用暂得，明其特因精研功夫逼眨之极，偶令心光泄露，暂得前进虚荣。但因为功夫不是一直保持的，所以随即失之，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啊，那代表呢，你前面用功夫是对了，啊。"但是呢，还没有破，这样子，非为圣正者，非同圣人正果，亦得永得。所以呢，不能做圣心。行人遇此，自是功用偶然，略不挂意，那就叫做善境界了。啊，也不可以说哦，这个是不是魔境界？因为你读过《楞严经》，说哦，这个是50种阴魔的第一个，哦，就害怕了半死，啊，那也不需要。哦，所以他才会特别强调，这样只要呢不做圣心，明善境界你自己很清楚，这是暂时功用，功夫用上力，暂时有的现象，啊，那就好啊。所以呢，这个此言此亦足验功夫得力，心妙非虚，啊，代表如果你是正得真心本性，的确是可以这样，啊。所以可增信心，可又精进，亦是过去宿习善根发相。第二个，先说明呢，是你过去有这样的善根，不管是过去式或是在这个现象之前很用功，啊，都叫做呢宿习善根发相。第三个，未来入位开心先照，代表你继续用功，就有可能证得破色因。先给你一个证明，这样子啊，所以尘世善祥境界本无过咎也，所以才叫做善境界。哦，
那若作圣洁，言行人若无见识，即缺涵养。之前开始研究的时候，一直在想什么叫做缺涵养。后来想，大概他就是说喜欢自吹自擂的人，偶尔有这么一个哦，就开始讲自己都了不起了，哦，就把自己呢认为哦，已经多用功了，正得多高明了，这样子。那这就是呢，他本来就有这样的个性，其性如此，所以才说呢，缺涵养啊。那么欲此一境，则起正圣之节。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受群邪啊，也就是呢，后面讲的魔就可以得其变，将尽其狂啊，就可以骗你了啊，所以你就可能会被骗，建成大害，到不可救啊。所以他说，从施旦功用占得下这一段。数据之意后面都可以以此类推，所以后面他就不再解释这些经文了啊。好，这个是正脉书对第一个的解释。那支掌书呢，补充的部分啊，大致上都类似哈，补充经文的解释，精研妙明，精心研究，研究什么？研究那个文性啊，所以才说呢，因为很用心的要去看清楚那个真如本性，那个耳根的闻性是什么，所以呢就入流妄所，真的妄所了，所以暂妄色尘，而且不但是外色能妄，并内亦妄，所以这样叫做四大不知，也就是呢地水火风属色尘，不管是身内的地水火风，外面的地水火风啊。所以呢是妄所妄那个色尘啊。那么知呢，四大不知的知，彼此相入合合意啊。所以楞严经呢，他就引用楞严经，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呢都是妄认四大合为自身相，现在呢经济不知啊，则身相不有，故曰少选之间身能出爱，少选须于情，身能出爱者不是现前肉身。这是支掌书有别于正脉书的地方，但是呢只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啊。他特别强调那个身能出爱，不是说你的肉身能出爱啊。盖以四大不知，令觉有清虚之身出离四大爱故，然清虚之身即是精明，出离四大之爱，自因流行洋溢于前进之上，故曰此精明留意前进啊。墨学刚说了，就是引用这一段供各位做参考，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这段呢不是很恰当啊，因为他说呢另有一个清虚之身，另觉有清虚之身，那意思就是说呢，那是在定中，自己在定中感觉能突破这种物质的障碍，并不是真的能够牵动这个肉身，只是一种定中的那种现象而已。而实际上正脉书或者其他注解，那可没有说只是在定中，真的呢整个肉身的四大，这种物质的四大那种执爱性突破，但是暂时。所以因为真的会发生这种现象，连肉身都可以有突破，所以你才会觉得讶异，你知道吗？就像刚刚讲的圆音法师那种例子，那难道他只是在定中感觉出去，然后出定以后就发现又回到房间里面吗？不是，他不是这样说，他真的就是肉身出去了哦。所以呢执掌书后头的注解都采这个立场，所以呢就跟正脉书呢就越行渐行越远啊，注解上面的角度就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后头呢就这一段呢就很少用他的东西，偶尔用一下而已。这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思想在，他觉得要另有一个清虚之身，你感觉上你只是用一个名词清虚之身，其实你就是出阳神出阴神，对对，那种观念在解释啊，那这样怎么对呢？
或者是说它只是在定中的现象，那就不是现实的现象了，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哦，好，这是第一个身能出爱，第二个内测十重，这是教光法师用的科判的文字哈，然后你看也是护以此心，精言妙明。所以呢，护以此心呢，就是还是一样，当在此中。其实他意思呢，都是那个意思。哦，所以呢，整个呢时段呢，他后面都改用又以此心啊，然后呢，大部分都又改用这样子的，又以此心研究精明什么的，所以整个一开始每一段时段开始，后面九个都用这个名词，所以可见呢，就是呢，正脉书告诉我们观念就是，这十个都有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呢，一个接着一个。那执掌书另外一个毛病啊，我觉得不圆满的地方，它每一段都是呢。像护以此心，就是有前面那个现象发生了之后，在那种现象当中又发生第二种现象，他都是用这种立场去做注解，等于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那我认为这个不是很恰当。正脉书的解释呢，并没有说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所以，此心护以此心，就是呢。前面的当在此中，你在那一种色音区域的状态之中，也这样看就好了哦。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改选用灌顶书的注解呢？因为正脉书的注解太简单了灌顶书呢稍微详细一点，原因是这样啊，内容的意思差不多所以请看哈，这个灌顶书的解释：其身内测者这一段上明外色强。壁无碍，依报不间不隔，所以特别强调的是外面的色法依报，强调的是依报呢不再有障碍了。此则内身脏腑无碍，用的是正报，不脏不庸他一开始是对比，他说这两段呢一个是讲外面的依报，这一段呢是讲正报。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么经由禅观反照脏腑，故能内测清见饶回，以手捻出掀开五脏，如掀盖覆，取出细虫，身毛无回，五体安然，宛如不动也。那这个呢，如果照执掌书的解释，那也又是在定中，要清虚之身，那有什么特别？真的就是肉身里面，你把肚子里面的蛔虫、蛲虫抓出来，你才会觉得讶异啊，别人才会觉得哦，这个人功夫之高啊，对不对？你如果在这里面，你才会觉得是，我功夫不错哦，你才会有做圣心、做圣解、圣正嘛的这种可能嘛。假设你真的你的修行，你禅定功夫有这种现象，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也很了不起的样子？所以这麻烦就在这边了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经文的意思就是，你真的也可以有这种现象那么前面呢是精明留意外境他把它改一个字，经文是呢留意前进。眼前就是外，现在呢是精明留意形体，经文是讲形体，所以呢他又给他改一个字，内体，外境内体。所以他前面为什么会写依报正报的确是可以有这样的意思在所以呢他说这种现象呢就好像灯光可以照破四中这个房间里面的暗一样，整个房间就亮了整个身体里面就好像透明的，都很清楚而甚至呢可以把家具呢搬出去这样子
啊，类似像这样，所以功虽甚浅，亦不为常，啊，代表呢，先从外面，然后现在呢，里面好像呢，功夫也比较更高一层，但是呢，也不是常有的。所以你看经文是写斯但今行暂得如是，所以暂得啊是今行立志啊，一样是因为很用功啊，你修那个所楞严上面很用功，所以不非同哎起同甚正，不是真的你证得了啊，故云非也，非为甚正。啊、哦，很清楚自己是这样暂时的而已，那就没问题。那执掌书呢？你看哈、哦，虽现前进，不作圣解，仍用前观，故曰护于此心。哦，所以你看，刚刚默学就讲这个，啊、哦，他就是这个意思，已经有前面的境界了。然后呢，你能够不作圣解，继续用功夫，所以这样叫做护于此心。他都把它做一个连带的，有密切的连带的关系，啊，他的注解立场都是这样啊。然后经言妙明，此心即能观之心，妙明即所观之心，则心则但心则易精，明则更妙。哦，越来越厉害，境界越来越清楚。观照寂身，不护外意，因为访闻，自应留意于内。所以呢，这样叫做其身内测。哦，不但是一到二是这样，他二到三、三到四，他都用这个立场一直注解下去，所以墨学才会觉得不是很恰当啊、哦。那么问前相原以精言妙明功用所现，今既护以此心，精言妙明前相应当译注，何故不译于外而反流于内呢？他自己假设这样问答啊。哦答：前云如明目人处大幽暗，虽曰精言妙明，未免有闷极欲出之心。所以呢，就很希望把外面的那个黑暗的境界先打破，所以呢，就会先精明外义。现在能够不做圣解，仍护精言妙明，未免呢就会有舍外向内之心。哦，他这样解释，外面看清楚了。所以呢，就没什么好看了。继续往返回来看自己的，啊，所以有舍外向内之心，所以就变成精明内流。这种解释当然说得通，我觉得蛮勉强的，就是了啊，有一点勉强去说明哈。斯但精行者，谓斯亦非真啊，也就是说经文呢也是斯但精行，用个"但"字，也不过就是如此。也不是真的，但以研究之行更精于前，故现思进，暂得下，准前可知啊，以此类推，这就是第二个境界哦。所以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呢，往里面。那至于那个什么饶毁啊，那个，我们就不必去细研究它了。以前的人比较会有这种饶虫蛔虫的问题，现在人大概比较少。但是呢，哎，你也可以说呢，那如果身体里面有一点点小肿瘤啊、结石啊，那有这个劲功夫的人，是不是就自己把肿瘤摘除、把结石拿掉？那就不用去动手术 哦，这个。那比较特别在哪里？你注意看那个经文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话，你能够持出饶毁，身相宛然，亦无伤毁。哦，这个也看过那个电视上呢，在演的用那种魔术骗术，他真的就从某个患者身上，他就摘除了什么内脏了，然后呢，就他的身体就好的啊，后来就被人家拆穿，纯粹是魔术、骗术啊。可是呢，这个是真的有这样的境界。经文讲的是真的可以做到这样，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所以你才会自己觉得哇，功夫不错哦。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哦，假设你探听到有这么一个真正修行人，他不是用魔术骗术，你一定认为哦了不起，除非你没看过，除非你看过《楞严经》，
如果你没看过楞严经说，哦，这个是色蕴区域会有的现象，哦，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修行人功夫不简单。是啊，是真的不简单的，啊，哦，所以才会说呢，不作圣心，名善境界，是真的有一点功夫，啊，哦，但是呢，若作圣解，我们如果自己有这种现象，若作圣解，即受群贤，啊，哦，要特别交代一下啊，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闻空说法，啊，他用的科判是这个。那我们把经文念一下：又以此心内外精研，其实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于皆摄入，互为宾主。忽于空中闻说法声，或闻十方同夫密意。此名金破地相离合，成就善种，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第一句话呢，就讲内外精研。所以前面呢，第一个呢是精研外面，精明留意前进；第二段呢是精明这个留意形体，就是往内。现在第三段呢是内外精研，内跟外，所以灌顶书用那样的注解说，第一个呢是外，第二个是内，也是没有错，配合第三个是内外精研，哦，然后呢比较麻烦的是中间有一段话不太能够看得懂，魂魄意志精神除执受身于皆摄入，这句话比较不好懂，啊，哦。互为宾主，这什么意思？啊，是因为身体里面开始有一些变化。那么，因为你的身体的整个产生重大的变化之后，让你的六根呢的那种现象作用呢，有异于平常。所以呢，用一个做代表。耳朵会听到，其实以此类推，如果耳朵会听到说法，眼睛也就可以看到现象，只不过经文呢不需要写那么多，他就用耳朵就能够听到空中说法，乃至呢听到十方一起说法，而且呢说的法为什么叫做同夫密意，不是平常听得到的，是很深的，是平常听不到的，只有你自己听到而已。哦，所以至于呢，空中跟十方，哎，你有一个解释，空中呢就是一个地方在讲而已，十方的话是同时说，很多地方说你都同时听到。那为什么你可以听到？就是因为你本身呢，你的六根呢已经产生很重大的变化。前面那一段就是要说明这个事情，那你为什么六根会重大变化，就是因为你内外精研，你的内的四大六根四大 有所变化，那外面的四大也不再那么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知，就是很密实，所以呢很多障碍好像突破了这样子，所以简单的先这样子解释，你再看这一段，你就会比较了解，哦，那至于那个互为宾主，那我们看一下长水书，先看长水书这一段解释哈，哦。一开始的经文到那个互为宾主这一段，名尽发所由，为什么你后面会有闻说法声，十方同乎密意？原因就是呢，你的身体产生变化，尽发的缘由。啊，哦，那就说明了，魂魄意志精神是肝是魂，肺是魄，脾是意，肾是志，心是精神，所以魂魄意志精神就是呢肝肺脾肾心这五脏六腑啊，哦，
根生种子皆由第八所植受故，所以这叫做除植受生。哦，就是整个身体没有改变，但是呢，里面的这一些五脏六腑开始产生变化。啊，因为定心精就，内外为空，不再那么的坚实。坚固的这种执着，哈，所以遂令五内主神无所依附，不在该有的地方，他可以乱跑，流出于外，叠互相依，这叫做互为宾主。哦，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魂魄意志精神不再紧守在身体里面，你的魂魄意志精神甚至可以跑到外面去，甚至呢，魂魄意志精神可以互相做主伴，这样互换，互为宾主。哦，所以呼于下四句，就是呼于空中闻说法身，或闻十方同呼同呼密意。他说这四句证明发相，你有的现象是这个。此则先所修习闻慧种子，哎，长水书直接就告诉你原因是什么，除了你的身心变化之外。你过去的闻慧种子，听闻教法，听法师、听佛菩萨讲经说法的这些种子，在你现在身心产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启发出来。啊，所以呢，这种子起现行，定力所积，禅宗发生，所以遂即神魂现于说法也。那。这个现象，如果你不要配合经文，你去看很多那种祖师大德的那种传记之类的，都有啊。太虚大师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哦，还有很多祖师大德也有这样啊。那么之前不是举例过叶曼女士啊，她也是这种状况啊。她之前读过的书全部通通现出来啊，只是不是用讲的而已啊，那是读过的书。全部现出来，所以这不只是这一生的，说不定数生所听的，那全部就现出啊，开始佛菩萨为你说法。哦，他说这个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他说即神魂现于说法，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这样，就好像在做梦。那种梦境会出现，其实也是跟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起现行多少还是有点关系的，只不过现在是因为你在禅定中，你的身心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哦，所以此名下经文的此名金破地相离合成就善种，就是佛每次讲完现象之后就会给一个名称，从这个名称呢，就是告诉你，你这个现象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啊，金破地相离合，成就善种，过去的善根种子起现行成就。那为什么会过去的善根种子起现行？因为金破地相离合，所以呢，长水书就说离合就是互换宾主，啊，或者是离心主而宾于干。等等的，啊，就是不守他的本来的位置了，可以互换这样子，啊，他解释比较简单，所以墨学采用他呢，就是说，哎，先抓住重点，啊，把这一段的主要意思先交代就好，哦，那正脉书的讲比较详细，哦，他说首二句以此心内外精言，啊，就是凡思所谓前之精言，就把前面那两个抓过来，啊。前面这两句就是在讲前面那两个出能外虚，那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次能内测，现在呢第三个此乎内外精言俱虚测也，同时打破内外的那种坚固执着吼。那么要解释那边魂魄意志呢，他就说一精啊，这是中国的一点了吼，魂藏于肝啊，魄藏于肺，啊，那就是长水书直接就写了，他没有说依据什么啊。再来，意藏于脾，志藏于胆，但是呢，也有人说是藏在左肾，哦，他是说还在考证啊。如果藏在左肾呢，就跟长水书就一样了，
但是呢，也有说呢，志藏于胆。那么精神分开，精藏于肾，神藏于心。啊，不像藏水书，精神就是在心。啊，所以本来肝是主魂，魄呢是在肺，这样子有一定的位置。那现在呢，金魄地相离合，就是可以互换位置了。意思就是这样啊、哦，所以除直受身就是这个身形安然不牵改，因为总报体阿赖耶识的总报体，所以呢就它不会改，余皆摄入，那其他的就可以换来换去了，跑来跑去了啊、哦。还是所谓魂魄等皆失故常，本来的常态失去故本来常态了，地相啊、地互相摄也，互为宾主，就是仁月法师讲的。所谓于五入魂、啊、全部跑到魂那边去，那就全部跑到肝那边去，魂为主，余为宾，乃至呢全部跑到神，神为主，余为宾，这样子就叫做互为宾主，就不一定呢只能够各守一个，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身体里面产生巨大的变化。那如果用道家的来讲，就是你那个气脉随便你变动，你爱让它跑哪里就跑哪里，什么大周天小周天随便你玩了、哦、就类似像这样、哦、啊。闻空中说法者，兵闻主说也；闻十方同夫者，主问兵说也。说实在话，我到现在都还不太了解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哦，我觉得这个闻空中说法，为什么是兵闻主说呢？然后闻十方呢，主闻兵说，这个还可以稍微体会，因为十方就很多，主的话就是一个人，那你现在十方同说，所以是兵在说，哇，这个还说得通。那这个闻空中说法，为什么是兵闻主说呢？为什么是空中是主呢？闻变成是兵呢？哦，所以我不太能够了解他这段话的意思哦。我们待会看宝镜书，或许呢还比较说得通哦。那我们先往下看，地相离合，月师为金离本位而合于魂，或者是魂离本位合于金，到处跑了哦。地相离合就是到处跑，所以离失本位，合就合到别人的位置去，入他位。啊、那么成就善种，就是过去素习闻熏自能发挥而忽有所闻，刚讲了过去的那个闻慧种子定力激发其现行、啊、所以呢会成就善种。今古刻意凝神讨论之极，什么意思？因为你在定中，所以呢过去所种下的这些善根种子，闻慧善根种子自己可以加以组合。过去我们可能也读过很多文这个很多书，所以呢这些文字呢我们会自己把它剁得很好看啊，很美，奇文丽藻，可是呢不是特别去排的，它就自然而然自己组合这么美的文章，往往焕然得于梦寐，则精神激发啊，神则偶现，类可知也。哦，有一点类似我们写文章的人啊，写书的人，突然这文思泉涌，啪啪啪小说一下子呢就写一整个晚上三四个小时就写出一点，之前呢怎么写都写不出来啊，结果呢那几个小时呢哦不睡觉文思泉涌就全部写出来，就类似像这样。那个是没有在禅定中都可以有这样，现在是在禅定当中，过去你所听闻的啊，不要说别的，光是这一生啊，在座呢可能也都是老参哦，你们看过多少佛经佛书，多少注解，多少祖师大德开示，如果你们一进入这种状况，也有可能呢就自己看到了听到了啊，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啦，为你讲了一长篇大论，而且都很精彩啊。然后呢，出定之后呢，印象深刻，再去翻翻翻这些经典，发现都跟经文很相应。
哦，就自以为真的是听到佛菩萨给你开示了，哦，就觉得哇，终于功力大增，哦，你就麻烦了，啊，如果你很清楚呢，这个不过呢，就是呢，暂时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三境界，哦，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那继续把它这个经那个注解看完。啊，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五行，余为五藏内境也，空中十方外境也。啊，那五藏就是刚刚讲的肝啊、肺啊、脾啊、肾啊、心啊这个哈。那么功夫内外精研，所以呢内外合一，说听交互，周匝遍满也。哦，可以有这种现象。感受到有这种现象，余皆同上可知。然后到这里做一个结，小总结。上面三颗都是呢，净澈深净，深内深，净外净。哦，先暂时在这边做一个小科啊，这样小段落啊。那么宝镜书刚说的，刚刚讲那个互为宾主那个哈，互闻空中说法者。就是只听到一个地方在说，一处说也；或闻十方同乎者，处处说也。很多地方同时说，啊，那么五藏内境也，空与十方外境也，内虚故诸神摄入，外彻故各处皆闻。这个诸神，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外面的那种神明哦，是前面讲的那个什么主魂魄。意志精神那些，哦，是指这个，因为内已经虚了，不是那么过去那么坚固的执着，所以可以呢互相的摄入，啊、哦，然后外侧住外侧故各处皆闻，啊、哦，所以正是内外精研之故，此则名为精神意志，啊、哦，就是呢，啊、就是。课本写的精魄地相离合成就善种，然后呢，魂魄意志精神啊等等互相摄入哈、哦，与乎魂魄互为主宾，地相离合者，他开始解释后面那个地相离合，精离本位而合于魂，或者是魂离本位合于精，啊，盖离则弃本位，合则就他位，此名六种各个。互契互合之意也，六种就是把精跟神分开，魂魄意志精神，哦，这六个可以呢互契互合，啊，互为主宾，成就善种，为此空中说法及十方夫，皆虽皆神魂搬弄，然亦速习善因种习，故能成就如是之事也啊。还是一样的解释，都是过去的善因种子习气啊，才能够成就这个啊、哦。所以这个互为宾主这部分呢，它就没有特别用在说法这边去解释，只有去解释在这个那六个当中彼此互为宾主啊、哦。所以这个是。解释互为宾主啊，至于那个十方跟空中，他就是说一处十方，处处这样子解释而已，并没有说呢里面跟外面啊，然后外面跟外面彼此之间的宾跟主啊，没有做这样的解释啊。这是宝镜书呢也没有这样解释，正脉书呢有写，但是呢那句话我还是看不懂啊。好，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现象，文空说法。第四个，尽变佛现，越来越神奇。哦，我们把经文念一下：又以此心沉漏皎澈，内光发明，十方遍作阎浮檀色，阎浮檀金色。啊、哦，其实阎浮檀是阎浮檀金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于是忽见毗卢遮那佛。具天光台，千佛围绕，
百亿国土给予莲花，据此出现，此名心魂灵物所染，星光严明照诸世界。长一点了啊，这佛陀做一个结语的名称，长一点，心魂灵物所染，星光严明照诸世界。暂得如是，非为圣证，不作圣心名三境界，若作圣解，即说清解。所以前面的现象呢，你看十方遍作阎浮檀金色，一切都变成是如来，所以才说看到毗卢遮那佛，不但是看到一切都是化为如来，而且看到毗卢遮那佛呢，据天光台千佛围绕，看到毗卢遮那佛、报身佛、法身佛，而且还百亿国土莲花俱时出现，就是根据后面这个看到毗卢遮那佛据天光台千佛围绕哦，还看到百亿国土莲花俱时出现，所以呢正脉书就说这个是看到十报庄严土。你看啊，注解，请看注解。你看，此当反闻功胜，虽十本一如，始觉跟本觉本来是一如一体的，然而呢尘漏脚彻，这句话第一句尘漏脚彻是始觉之智定光融透，强调的是那种定的始觉之智。内光发明，既然讲是内光，所以呢是用本觉心光发明，完全发展出来，发泄出来。所以一个始觉，一个本觉，配合这两句话去解释。哦，所以当你的始觉本觉呢，这种功夫呢已经有点透出来，无情片成金界，就是十方化片作阎浮檀金色，然后呢有情尽作如来，一切种类，一切种类众生，哦，所以他说有情尽作如来，所以无情化成阎浮檀金色，有情化成如来，又看到毗卢遮那佛，又千佛围绕，又看到百亿国土跟莲花，这个就是华严所讲的文义诠释，很像华严讲的那种整个毗卢遮那佛的境界啊。而言星光灵物所染，就是佛给的结语嘛，是成于维摩华严等经闻熏成种，因为你读过华严，读过维摩诘经啊，所以种下那个种子，经于梵文妙定之中，心光被言发明造作于此十报庄严，这里十报庄严土，这些诸殊胜界尊特身，尊特身毗卢遮那佛，殊胜界十报庄严土。哦，他就做经文的解释到这里，下面用问答来强调他为什么做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做这样的解释的理由。问：既言片作是十方片作无情，化为种类化为啊，既然是片作，是化为是变化的，恐非十界十佛，为什么你马上就说这个是十报庄严土呢？答：四土里面除了最后一个长极光土之外，其实前面三个你也可以说皆同幻化，何妨说话，说话当然可以，三土都可以说幻化，特于光流灼见之时，你正在用功的时候，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啊，尘漏脚彻，内光发明的时候，秽土忽灭，净土忽现，这种忽灭忽现的这种现象，特别说它片作化为，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啊。若言即此非实，如果你说这个不是实在的，那前面讲的那个肉身五脏，然后呢后面还有呢暗室里面会看到平常看不到的东西，难道都不是实有的境界吗？在这种境界里面，难道你都只是在禅定里面自己看到的而已吗？皆非实也啊。如果你强调这些都是实有，为什么你就特别讲说这边是虚幻的啊？不可以啊，如果前面后面都是实有的啊，暂时有的这种禅定境界，
那这边也可以是暂时有的禅定境界啊。好，继续问，十报是身位所居耶，要登地菩萨耶，啊，要法身大士耶，其此初心俱能亲见，这问得好，你色因都没破耶，将破未破耶，答圆融心海，本无障碍，本来是没有障碍的，再加上你用的是圆教，你的知见是圆教的知见，圆人圣洁本具，再来你很用功，勤勇无前，无前啊，就是很用功，一直往前，上当不久超正，如果能够突破的话，有可能一下子就突破很高去，何妨定中暂依先见之也，暂时啊，经文写得很清楚啊，暂时见到啊，哦，故知此为暴徒无疑矣，他就很肯定自己这样的解释就对了，哦，况闻一言造诸世界，啊，什么意思？你看那个佛陀自己讲的，此名心魂灵物所染，心光严明，照诸世界，的确可以看到诸世界。这佛陀肯定的用的这个名词来说明这种现象，所以你只能够说它是化为啊，不是变化的，暂时看到而已啊。哦，所以刚刚就默学一开始就说，为什么他在一开始讲身真三土，就是这个，他这边写十报土，后面呢就写切近很靠近长吉光土的境界，他是这样写，哦，所以这个是呢他读到的地方，其他的注解呢都不敢这样写，哦，那么执掌书对这段的解释，你看，哦，十方法界，十方片作阎浮檀金色，然后呢一切种类，他说十方法界一切种类本来都是什么自性缘起，法界缘起，哦，本来就是法界缘起，同一法身建立，哦，本来就是这种 法界缘起，过去呢相就是过去，是因为色因盖覆，情气未融，有情无情，气就是气世间，啊，没有办法融通，所以呢金色不行啊，妙体安在，现不出来，现在呢色因将开，情气将融，十方法界欲作金色，一切种类欲化妙体，化作如来，此法身信徒，法身法信徒啊，将来必证之兆，是将来会证的，现在只是偶尔透一下透露出来而已，虽现此境，观照不息，功用增上，报化欲行，报身化土啊，这种先暂时看出来，故于此时忽见毗卢等也啊，这个立场跟正脉书一样。那下面呢，就先解释毗卢遮那啊，有三个解释：第一个遍一切处，指的是法身佛；第二个呢，满境，讲的是报身佛。啊，清净圆满的那个报身佛，哈，哦，自报，然后呢，光明遍照，那就是可以，这个叫他受用土了。前面那个是自受用土里面的自受用身，这边呢是他受用身啊，所以呢他报啊，金具二报，不管呢是自受用身、他受用身啊，二报通通含括在里头啊，都可以解释。聚天光台的聚这个字，品也。天光台引用梵网经，啊，尔时莲花台藏世界，赫赫天光，狮子座上，卢舍那佛。梵网经里面有这句话，哦，所以呢，现在的毗卢遮那佛就是梵网经的卢舍那佛。所以灌顶云，毗卢遮那与卢舍那，梵音翻成不同而已。翻过来的不同而已，哦，然笔记云座上，狮子座上，那就是呢聚就在狮子座上，然后现在用的是天光台，那个就是呢莲花台藏世界，翻译给它省略而已，所以天光台
就是呢，赫赫天光狮子座。啊、哦，然后呢，这个座依着那个莲花台藏世界，所以叫做天光台，完全跟梵网经讲的卢舍那佛的境界一样，千佛围绕。梵网经的偈颂也是这样写：周匝千花上，互现千世家，一花百亿国，一国一世家。旁边就有这么多释迦佛，所以呢，这叫做千佛围绕。哦、所以莲花台藏世界中央一大莲花毗卢所聚，周匝互有千花，每一个花上面都有一尊释迦牟尼佛，所以才说呢，这叫做千佛围绕。一花有百亿叶，有百亿国土，有百亿释迦，所以现在写的有百亿国土跟莲花出现。莲花就是佛所做的莲花，虽然没有写佛，可以意会。所以遮那佛是报佛，释迦佛是化佛，巨石出现，所以才会说呢是爆化生土都会出现，但是暂时出现而已，所以是将来必得之兆，因此才会说呢，佛陀才会决定一个名称，心魂灵物所染啊、哦，暂时的星光严明啊，照诸世界。他说以前进中二因交成，心魂灵物所染习故啊，这个呢一样是执掌书刚刚讲了他的习惯的用词。他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哦、二因，哪二因？空中说法十方同乎密意，那二因，因为之前你已经有这种现象，所以接下来就会有这个第三个现象，它是有连带关系，这是执掌书的立场，所以它的二因交成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像经文有这么明显说跟前面有关系吗？没有，都是跟自己过去你有没有读过，像正脉书写的，或许你之前呢就读过维摩诘经、华严经，乃至呢妙法莲华经，再讲白一点，读过楞严经那你就有这种种子，当你真的用功的时候，哦，你就自然有这种现象出现。哦，所以那个是种子起现行，但为什么那个种子会起现行？哦，就是因为你在那种定中功夫很用功当中。哦，只不过呢，说把这个解释成这个十报庄严土，是因为中间那个经文刚好可以配合梵网经。哦，那正脉书没有这么明显的把它引经据典给它证明出来，反而是执掌书呢就引用梵网经给它证明出来，那个就是十八庄严土的境界。哦，好，这个是第四个现象。第五个现象科判叫做空罗宝色啊，我们经文念一下，又以此心金言妙明，又回到那个金言妙明了哈。观察不停，意暗降伏，智指超越，比较难懂的是这两句话啊。于是忽然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或白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青黄赤白各个纯现，此名意暗功力欲分。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三境界，若作圣解，即受清浅。所以此名就是这么六个字，意暗功力欲分、哦、那会有的现象呢，就是十方虚空成七宝色白宝色，同时遍满，不相留碍，七青黄赤白各个纯现，现象是这个、哦、然后呢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功夫你怎么用，就是前面讲的观察不停，意暗降伏，智指超越，这三句。所以这三句呢要怎么解释，那就要搞清楚、哦、好，请看这个讲义第三页最后两行，正脉书他说此中说功夫永胜处，背过诸科。为什么一开始他就要用这样的形容词？因为跟他要解释的有关系他要解释这个境界是什么，切近长极光土
所以你的功夫就要特别用功，特别殊胜，这样子哦。所以所见妙境非同浅浅，因为第一句话观察不停，就是你的反闻恭切，非常用功，用功的非常的绵密，让它不间断，照理绵密无丝毫间断，也合乎经文啊，不停啊，观察不停啊。再来自止超越等等的、哦、他说呢，自是忍，止呢是定。他先解释这两句话，自跟止是忍是定，所以呢从前面下来意按降伏自止超越 这两句原人见解，他是有原教的之见，原教的见解，用这种原人的见解入反闻妙门，于是能够圆伏五住，深忍深定。如果你把天台的那种观念放进来，他的这个观行集里面的那个十乘观法啊，不但有般不思议境，然后呢真正发菩提心，然后呢止观等等的，乃至最后呢那个离法爱，他都快要呢真的完全能够成功了。所以呢这样叫做圆伏五住，五住烦恼包括无明惑通通伏住，所以深忍深定，用这样来形容意按降伏自止超越，超越就是超越二圣跟菩萨境、哦、所以仿佛切近极光妙土。所以不像第四个呢看到的是十报庄严土那个境界，然后阎浮檀金色啦、啊、然后百亿国土莲花，纯粹就是看到成七宝色百宝色，所以他说非身非土，但见十方无量宝色而已，因为不需要这些差别的现象了，纯粹一个颜色啊，纯粹一个色哦，所以他才会说呢，但见十方无量宝色，而且还同时遍满，不相留爱。他说这两句讲的是什么？多分不爱同满。什么意思？一个颜色可以遍满整个十方法界，但是同时呢 黄色遍满，青色也同时遍满，彼此之间没有障碍。所以他说多分不爱同满，青黄赤白各个纯现，交杂不爱各纯，但是还可以很清楚的 分出来是青色是黄色是赤色是白色。所以等于我们讲的世事无碍的境界，其实他用的文字呢只是让你了解那种十玄门里面讲的那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又相即又相入、哦、那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哦、所以所现出来的是这一种世事无碍的那种极光土的境界啊、那么此名意按功力欲分，从言圆伏之力，圆教伏忍、啊、那种决胜所发，所以故有过分之境，超过了功夫用的太超过，所以才会有过分之境。盖此非身非土仿佛极光之境，非初心分所一见，特定力逼发占一线耳。净环法师也说是妙明逼急幻善而现也。后面的问答都是要去解释你为什么说这样叫做切近极光妙土。他说极光土不是非身非土，以无色可见，你还是可以看到色啊，今既见色能所宛然，你怎么说就叫做极光土呢？实际上问话的人对于天台的极光土的定义呢不是很了解，那么他也是假设这样问答。他说
他的回答名言切近呢、啊，你注意看呢、啊，我讲的是仿佛切近极光土，非为全极是极光土哦，啊、嗯，但此以悦一切妙生妙土，唯于虚空宝色，所以才会说切近极光土。啊、哦，我用词是这样哦，我没有说它就是长极光土哦，更何况下面，更何况准天台一言，极光上有金宝，其子宝色，在妙中钞，观经书妙中钞里面，啊、哦，只是默写懒得再去引用那些了哈、哦，就是长极光土里面没有差别色吗？有的，不可以说呢，长极光土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那跟二圣的无余涅槃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呢，才会说极光图上有金宝，其子宝色。所谓的因灭四色，获得常色。这个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人王经，但不是很肯定。哦，这两句也是经文，所以获得常色就是常住，那个常呢就是真常，真常为心那个真常的色啊。灭四色就是那种幻虚幻的幻色，灭掉幻色才能够证得真常的那种色法啊。所以当知常极光土，并不可定执同灰断尽，那不是灰身泯智那种二圣的无余涅槃那种境界啊。所以不要讲错了，极光土一定没有色吗？啊，再来第二个问的就比较高明，他说呢，你经文写的。只有成一个色，或者是呢青黄赤白各个纯现，何异于四禅中的青黄赤白等定八圣处十片处啊？我们才刚刚研究过观音艺术记啊，就讲这个东西，跟那个八圣处十片处的定所现出的境界有什么不一样？答：那种禅定呢，是世间的禅定，有心而取。这里呢是反文恭切，那种反文文字性，内无心而现，在反文文字性的那种功夫里面，无心而现的、哦、不是有心而取，是无心而现的。更何况经文是写啊，纯现跟不相留碍、哦、你注意看后面的青黄赤白纯现，用个纯字，然后前面呢同时片满不相留碍，注意看这两个字。所以他说呢，彼但各现而已，就是呢那个世间的禅定八圣处十片处，是你只是青就是青，黄就是黄，各现而已，岂如此这边的分不爱满杂不爱纯呢？世事无碍，不一样的哦，所以这里思就是这里，故难思妙境，极光前照，故言超越欲分。所以经文才会写呢，意按功力欲分啊、哦，是超越。若反同于界内思定，则何超越欲分之有哉？佛干嘛要这样说？是欲分呢？是自此超越呢？啊、哦，所以他说以上四无两颗，就是我们前头刚开始他特别写的深真后三土、十报土、极光土的现象都会暂时出现，这是正脉书的解释。那灌顶书这边呢，就是呢前面有一些文字的说明呢，哎，他的角度也不错。可以值得参考。你看，意按自止啊，意按降伏，自此超越。他说，意按自止是定中的止用，定跟止。如果是降伏，是超越，是观里面会观的用啊，一个定，一个会啊，一个止，一个观啊，他是这样去解释。再来，空城七宝色。是因为呢，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是因为你片观七大的性相。如果呢，现出来是白宝色，是因为你片观十法界啊、十种根尘色众性相。
所以才变成白宝色。哦，那如果你是呢青黄赤白这四色各个呈现，是因为你特别观四大种色的现象。哎，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看你特别观的是哪一种法，因此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这种现象。哦，所以他前面呢就是先讲啊，因为你的定慧只观功力，观不同的东西。呈现出不来不同的现象，再来《金经》原教行人，过现无不闻熏，过去、过去是现在这一生，无不闻熏，闻熏就是呢，听闻原教的教理，熏习这些原教的教理，即开圆解观修，岂可定？岂可执一判定？没有一定的现象。更何况，他就引用前面的经文：“一切普获金刚三昧，即时天雨、百宝莲花、青黄赤白、分柔间错分柔、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是不现等等。”请看155页，看一下他的前后文，他为什么引这一段做证明？你看哦。这一段呢，原来就是呢，整个25圆通，包括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都讲完了。然后呢，24尊于狮子座冲其五体同放宝光，然后呢，现出这种境界。所以呢，你看那科判，教光法师就说这里的科判是张圆通总相，把整个正得圆通境界的总相，佛呢表演一下啊，如来呢也都放宝光，十方如来也都放宝光。互相灌来灌去的哈，那个光啊，灌来灌去的。然后呢，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香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然后呢，一切普获金刚三昧。这时候呢，气世间的就有这种现象：天雨、百宝莲花、青黄赤白、间错分柔、十方虚空成七宝色。整个娑婆世界呢的大地山河不见了，只现一界，见。唯见十方唯成国土，何成一界？成一真法界，成一真法界，并不是没有现象，所以才会说呢，这是佛现出这种圆通的境界，让我们看极光土的境界。的确呢，正脉书这样的解释也是合理的，不敢说它一定完全对，但是呢，这样的解释合理。这灌顶书也是承接着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去做出来注解，然后引用那个前面的经文，那个也不过就是大众到那里也还没有真正的证得啊，只不过呢，就是听完之后，佛为了要表示证得圆通境界是什么一个现象，表演给大家看哦。所以你回到讲义啊，所以这个功力呢，用得特别用功，所以暂时有这种现象出现，你看。暗浮自悦皆过分也，太用功了。临时超越，偶尔超越啊，你平常的功夫境界，所以妙明逼急，幻善而现。是则定力暂发，无明暂浮，空色暂现，善种暂显耳。不是真的呢，是你的经常的境界啊。望前料前啊，到最后做一个结语。前面这个三四五这三颗啊。他的分段跟正脉书就不一样哈，他说呢，这个第三个空中听到佛说法，是诸法唯心所现，所以你听到都是法音。第四个呢，看到的是佛的境界，是佛境唯心啊。前面是诸法唯心，第四个是佛的境界唯心，第五个是空色唯心。啊，我觉得他的结语结得有一点。气势稍微弱了一点，比起正脉说而言啊，一个是十八图，一个是切近长极光图，哎，好像呢更了不起一点啊。好，这个是到第五个、第六个境界呢，就再拉回来了。把经文念一念啊，科判叫做暗中见悟，又以此心研究澄澈，金光不乱。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输白昼。啊，
而暗事物亦不除灭，此面心系密成其见，所事动忧。心系密成其见，所事动忧，就是佛给他的结语啊。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啊。那么一样的，前面是功夫，此心研究澄澈金光不乱，现象是什么？忽于夜半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不输白昼，暗室物亦不除灭。你的文字，如果你看，你说呢？有时候晚上起来，你们家都没有点灯，晚上起来因为习惯了黑暗，你也可以看得到啊，这有什么特别？所以不是那样的。如果你对这段文字只是这样，在暗室内见种种物，你在暗室里面看习惯了，你自然就看得到了。哦，所以一定不是你从字面上这样解释。那怎么解释？那我们看灌顶书的解释，他说前面是定功，研究澄澈金光不乱，研究是观，澄澈是止啊，又是呢观跟止，止跟观，湛然明澈啊，极常不动故啊，这样子。然后金光不乱，金光就是因定发慧，尽极光通达啊，那个智慧光明透出来了。不乱呢，就是心光泥定，即照无为哦。所以呢，一个即一个照啊，然后不被明暗境所牵依故，这是他的功夫啊。一样还是不外乎是止观啊，定慧即照哈、哦。然后忽于夜半，这个就是现境界了。种种物非室内寻常所有物具，而是暗中出现奇形怪状之异物。这脉书也是这样写，只不过呢用词没有这么强烈呵呵、哦、奇形怪状的异物、啊、例如什么鬼神精魅等，暗示原有的衣食钱骨器具等物还是一样在哦，没有不见哦。你同时看到本来的东西看到，还有出现平常看不到的你也看到了啊，纤毫没有更改，就本来东西没有变动哦。盖鬼神诸趣恒与世人杂居而不相爱，亦不互见，今为心光发露，动视幽隐处时，方乃别见异物，种种出现在暗室中。正脉书就是讲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看正脉曰：曾有闻声住静室中，忽见一人自地而出，一人从壁中来，然后呢，两个在那边对话，对语良久。然后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不见了。又见有三五个裸形人，就矮矮的、没有穿衣服，高一两尺而已，在那边偷房间里面的米啊，旁若无人啊。正脉书写到这里，贺林约是另外啊，那个灌顶书有引用，贺林是唐朝的一个禅僧，禅宗的出家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明。此名眼加一境啊，这是眼睛看到的，会有这种。那不只是眼睛看到，耳朵也会听到平常听不到的啊。例如古人坐禅听到蚁子泄翼神刺于阶下，蚂蚁在拖那个苍蝇的翅膀，都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哦，很像在拉那个木头的声音，连这种微细的声音他也听得到。所以呢，是禅定中的现象，禅中发相。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个解释，温林法师的解释。所以灌顶书已经帮我们把这两种解释集合在一起了，所以引用它的原因就在这边。温林法师的解释是说呢，人固有不明自发暗不能昏者，本来是有这个，但是因为呢没有禅定啊，维系定心，尘死不乱，而后能见暗物不除，言皆实境，不随定变啊、哦。就用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好像两个人同一个暗室，一个人有观力，就是有定功啊、哦，所以呢他在暗室里面见如白昼，一个没有定功无观力则不能见，而暗事物不会随着禅观出入而有无、哦、这个温林法师是用这样子来解释暗中见物，是因为你有观力、
哦，所以呢，小智呢又是灌顶出他自己的意思。前面第一个意思就是正脉说那个意思，见异物。后面温宁法师这个意思呢，不是后世缘物啊，初见异物后世缘物，就是后面那个是暗示物，就是本来房间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呢是暗示里面本来的东西没有变。次意呢，就温宁法师这个意思，前后皆缘物，只是呢见有无耳，有观力的人看得到，没有观力的人看不到。所以他说两种解释，随意去取，都他认为都可以，都解释得通。最后，简易前之精明内测，实出饶回，不一样。哦，那个是对身体。现在呢是在暗室里面看到本来看不到的东西，哦，所以呢这个也不是鬼通哦，你不要讲错了哦，也不是天眼通，暂时偶尔会有的现象，不是一直都有这个。如果是天眼通或者是那个鬼通，是他要看就有，随时都看得到，啊，这个不是啊，哦，好，这是第六种，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请各位合掌，跪下。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